27日，据媒体报道，D社公开了一组 NCT 李泰容正在卷的高清图片。照片中，李泰容身穿浅蓝色针织衫，面容清秀，嘴角微扬，给人一种温润如玉的感觉。正在卷身穿白色休闲卫衣，目光清澈，少年感十足，像邻家大男孩一般。粉丝们直呼是上帝鬼斧神工之手制造了这两个男子。这个颜值是真实存在的吗？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